好不好？好、哦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好，那小鱼来，小鱼来到新加坡，我真的觉得新加坡的是最漂亮的。我们到底要得罪其他地方的美食啊？我去香港不是做梦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来的歌迷哈，真的不止新加坡而已，大家为了你们哈，有来自台湾的、香港的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对，还有中国内地的朋友都聚集在这里喽。谢谢你们跑这么远，辛苦了。是是是，所以呢，这次为了你们冲到新加坡来哈，待会呢，我跟你说，他们肯定会给你们很精彩、很难忘的表演。OK， 所以我们掌声再给刘宽安，好不好？其实为了这张专辑啊，你们都很努力。